从广西平乡有去越南的大巴车吗？哈喽朋友们大家好，我现在中越边境广西平乡，后面是平乡汽车站。现在我去问一下有没有去越南的大巴车。这是平乡汽车总站，现在正在装修，所以说进去问一下有没有去越南其他地方的大巴车。这是平乡汽车站，看一下进站口，看这个车站很老啊，这上面的这个上面这都发黑了。售票处，看一下有去南宁的，78块钱，去南宁78块钱，去玉林150，去东兴，去东兴是125，去我看有没有去越南的，去柳州没写啊，去新州80，去崇左40，去崇左才40。这边是还去福建的也有吗？去福建的580，去海口。去贵阳360。哎，你好，问一下有没有去越南的车？没有啊。哪里都没有是吧？南宁啊，我们这里有个南宁啊，越南那边没有的。那去越南从哪里坐？打的。打的。有一关啊。有一关坐车啊。打的有一关去。那你知道票价多少钱吗？票价。票价30块左右吧。啊，行，谢谢啊。不是。他到河内啊？你有护照吗？有。到河内的票价多少钱？不知道。谢谢啊。有一关10块钱，到友谊关10块钱。过了啊。从这里没有去越南的车，只有去友谊关的。到友谊关10块钱，然后从友谊关再去越南其他地方。我记得以前有去越南的车，不知道是什么没有了。我记得2019年以前，我问了一下，他们说有一辆是从这里出发。